就是我们的刘洪波老师带来的《埃及艳后》，再现我们的古罗马时代，尼罗河皇后特丽奥尔达带来的埃及故事，埃及女王与凯撒大帝的婚姻，两个产生的奥托一般的爱情。即将结束在两个画中两位三个强大帝国。Yeah.
太阳女神，被欧神化作的太阳女神，是太阳的化身。当太阳女神降临时，金色光芒闪耀夺目，彩虹闪闪发光，成语音乐。接下来你再来祝感谢天。有你们，有你们，有绿桥，
是我的布鲁斯，他的有七彩的眼睛。我们选择好老师的特别从基本把这个作品寄过来，然后谢谢我们模特一起为了演绎。
很飞的努力的运动，在这一次发展的过程中完整的呈现出来。曼妙飞舞的蝴蝶在阳光下的翅膀显得缤纷多彩，五彩纸的运用透过光的折射，犹如野影的轻盈妩媚，在窗外的白色的云上覆盖了如蝶一般的柔柔芳香，在朵朵盛开的果儿也坠落在云端上，这就是翠微老师与我们的美丽约定，就此展开。我们谢谢陈小云小姐为我们如此精彩的演绎这个美丽的梦。Thank you.